佳佳，那我的卡也不见了，要不然一起找找吧。好啊好啊，你落哪里了？怎么办呀？我不记得了呀。完全没印象了是吧？就我昨天回来的时候用了呀。但你昨天好像只有在客厅待了吧？我好像在客厅跟你们聊了会儿天儿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坐在这儿。那你说如果他有的话，也被马子健拿走了吧？我的房卡。没事，佳佳，你用我的。那你怎么办？没事，反正吼一嗓子就行了。然后，我想想，门口我给你背了一把伞，外面可能会下雨，你拿那把伞、哈。好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给你拿卡。好。哎呀，我的脑子呀。没事，小事儿。那你怎么进来呀？我不行就跳出去了。没事的，我再找一找。好，我跟前台说一声，他会帮我开的。我再找一找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一会儿见。